不要狙击我呀，兄弟们！所以我这一波让我自己一个人玩一下，真的，你们自己去，你们自己去找对象玩呐、啊，然后找我玩什么呀？你找我玩，我又不会跟你处对象。老左窝，找窝左锤子哦！你以为你跟我匹配出来了，匹配出干起来了，我跟你结婚？真的是让我好好玩一下子嘛，你不要搞我了嘛呀！真的，我真的会哭，我真的想哭哎。他们找得到对象还会看你，万一呢？万一他们跟对象一起狙击我了，啊，那我就更惨了，又没有对象，又还要被狙击。好了啦，这一把你们猜不到吧？我有队友。Hello， 能说话吗？好了。我们跳哪里呀、啊？你想跳哪里？我想跳。刚才还是萎缩。我想跳远一点的地方。那你表演呗。我们往这边去吧，这边可以吧？这个太穷了。我们可以在这搜呢。这么远啊？哦，你说跳这里，那就跳这里吧。可以的。你跳这里吧。和他说处对象啊？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我见一个人就跟他处对象啊，对对对，吓得我衣服都脱掉了，我哪里夹子了呀？人还挺多吧？他们应该不会往那边飞的。按那个 Ctrl， 然后飘吧。好像是往这边跳的耶，我们要不要再往前飞一点？那往前吧。可以。按那个 Ctrl 可以飘。是我当然知道哦。我怕你不知道嘛。啊，走，别到你的。是的，现在都没什么人玩了。大飞，我给你一注啦！这一把保护好他，好吧？以我这种单人四排都能玩的程度下，带他一个人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。直接拿个三倍镜吧。消音器，这可以打消音器，消音器挺猛的。这个地图，打一个 QBZ， 然后再拿个消音器，没有后坐力。我哪里保护不了别人？我刚刚四排，我不被狙击的，我会生存的很好的，好吧？就是因为被狙击了，被狙击了，然后他把我拖住了，然后来了一个四人队把我给杀掉了。你说如果没有那个狙击的，
没有那个狙击的，我怎么会被拖住呢？我不会被拖住，我怎么会被四人住留，四人队留住呢？你说对不对？这就是连锁反应，蝴蝶效应，知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准备头和脚？没有。他想跟我讲话，我不能跟你讲，我不能跟你们说话了，我要跟他聊天了。走那边的，对不对？我连个枪都没有，我只有喷子。喷子很牛逼的。喷子，我不会玩，你要不要玩？来，拿给我。在我手里。我哪里夹子了？人家只是说话稍微普通话标准了一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炫目我的声音好听，然后就语言攻击我？好穷啊，穷的抠脚，穷的抠脚。再去那边搜一下吧，太穷了，这怎么打？这边搜。打死他们，什么人都什么都有。打死他们什么都有，这个人好自信哦。看一下他等级，我觉得他是个挂。我感觉这个人应该是个歪瓜，不然一般人不会这么自信，好吧？青羽，我觉得他都不敢说这种嚣张的话。打死他们什么都有，很嚣张啊。嚣张的气焰，这一波我好好关注他一波。小胆车，我的小胆车。前面会碰到人，前面应该跳人的。好的。对 ，M 四。可以。还有库龙这里，聊到有。我打个这个，我把这个当狙打这一把，子弹也很多的。然后这个上面放这个，那个上面放那个，无敌。这一把我还想杀，我还想多杀点。这个人应该可以的，这个人技术应该有点东西的。不然不会这么自信的。我很欣赏这种有自信的男孩子。哦。他说啥？这个就算了吧，这个枪压不住啊。还是打 M4 好了。这枪不配我玩。带一点绷带。要不打这个？人呢？在上去。哪里？在哪里？三枪、哦、牛逼，别冲过去，我去近点看看。你别冲过去，我不冲，我不冲，我卡他们。卡个毛啊，你就被别人打死了，你在那。不会，我这有掩体。他们总要进圈的吧。突然一下不自信了，一号卡个毛都来了，没看到人，看到人，我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一个了，看他会不会从我这边过来。两个。好的，好的。往那边跑的，往那边跑的。他们是不是往海边走的？对，往那边跑。那走吧。被我们，对，我们回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打雷了，下雨了，快回家收衣服啦。
往海边走的我就卡不到了。真聪明这一对。真的聪明啊，现在人都这么聪明了，怎么办呢？打雷啦！我发现最近我玩游戏天天遇到都是下雨天，正好我们长沙最近又下雨，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绝地更新了一个本地雨天自动更新模式，就只要你本地是雨天，它游戏里面也会连续的雨天，就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很牛逼。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，我需要一个急救包，你愿不愿意分我一个急救包？我现在没有急救包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不要说了，直接走。好的，好的。哇，这个人是一把喷子，然后一把762的猛男枪，然后一个一级头，然后一身没有皮肤，80级，他这只顶配了，真的是顶配了，很强。这一把吃鸡有望，不吃鸡也能进决赛圈的，顶配的，基本顶配。好那个，他真的好那个，你看他标点示意我要去那边，而且他这种双手不持枪的样子真的好威猛，但我也忍不住想跟他一起不持枪，在这个战火连天的地图上享受着这一波没有战争的悠闲快乐。很自信，这个人顶级自信，我也想跟他一样自信。如果现在出现一个人把我给打死了，就证明他在装逼，他只是一个假自信，那我将会很失望。这一把如果全程跟着他吃鸡了，我就偷偷的举报他。哦，他拿枪了，有人，是不是有人？如果有人，他肯定会跟我说，证明他肯定是一个非常警惕的一个人。对啊，你讲。好的，那有可能他就不是瓜，他就不是瓜，他是一个靠着自己的一个自信心玩游戏的一个人。哇，好多二级甲，他怎么知道我缺二级甲？他好细呀、啊。怎么说？蹲着是什么意思？给我一个扩容，好细，好细的男人。跟着他，他已经走了，不能跟丢了，快！只有跟着他，我们才是安全的。无敌！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要进决赛圈了。这一路竟然如此的通畅，通畅！我怎么听到车声？是我的幻听吗？这个的话就是说伤害会高一点，好像也可以，但拿这个消音也没什么太大的用，用那个消音的话就，而且在这种下雨天基本上敌人是听不到任何就声音的。用这个枪当老六，这一把我就当老六，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再捡一个消音器，
不行了，在这里。不要炸我！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有25个人。有本事开麦跟他说啊！我当然没本事啊。上面有一个蹦蹦，这房区会不会有人？有人跑他！真的有人？他怎么知道？看到人了，这圈很小，连个背景的，一没的，刷吧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很害怕。那家有人吗？先把药打一下，一会儿可能没命打了。玛卡巴卡蒙卡玛卡米卡玛卡蒙，玛卡巴卡米卡玛卡米卡玛卡蒙。这里还在圈，这边后面不在圈，我们可以卡后面的人。我去这个房子，这边方便卡后面的人，无敌。就这样站在这里，卡这个圈外。董金，走，大人去。哎，我的，哦，没事，慌了，有点慌了。来了，注意看圈边。刚刚枪声的话，应该是在这附近。我们的老哥很自信啊，直接不拿枪，我也不拿。今天上不上？上山？这什么上山？在前面。防区吗？前面上山了。OK。上山了。跟踪。跟他后面走点。我咋一个人都没看到？是这个枪声吗？脸上，对对。这人真的有点像个透视啊！哦，看到了，是我瞎了。直接秒掉，可以。那队友，队友在附近，来扫一。OK。你舔他包啊！不是有人吗？你有哦，他们但没找到。你就舔，你舔他的包。我这不是怕我舔包被人杀吗？哪有人还没杀去舔包的呢？对我好也不能这样凶我呀！虽然你让我舔包是为了我好，那也不用这样凶人家呀。万一我舔包被人打了呢？我真的掉了。等一下，我舔包被人打了，你又说这个时候来中了有队友，你怎么还舔他包呢？
我很想开麦说的，但作为成年人，我给他保留了最后的尊严。我没有开麦说，我给他留了一点点面子，好吧？石头后，这左边山顶上也有人啊，有人在狙，小心，小心，快上！是不是上面看不见啊？走，为什么走了？我去，炸头了。别扶个扶个。不要，全是雷。哎。这咋扶呀，这位置怎么能扶呀，全是雷。跑都跑不赢。零伤害。痛苦。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个人都看不到，说实话。我都不知道他人在哪里看到的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，嘎了，嘎了，还不如我打单排呢。我单人四排比那个好玩多了，哼，笑死。这一波说实话，我扛走没有任何问题，好吗？如果当时直接在那边拉他，我们两个直接死了。